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期王者荣耀的真空手合集吧。听说小慧君和杨向佑打起来了哦，这个团战可是非常精彩呢。今天就来看看哪支队伍比较厉害呢？你站谁？小慧君团队。风过妖飘万里山，踏遍深山去人家，古道冰封听雨落，又见春水映桃花。别过茫茫大厦，一生成泪只寻他，等他轻轻拂过几秒的发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一群高手来也，所以说杨向佑那边危险了，准备团战，收到。美女，你说还能怎么办？杨野实力又强，只能说小慧君这边太强了。长江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这个太猛了吧！这样子的蔡文姬还不够强吗？这样的辅助直接奶够了。准备团战，走，小慧君。人数太多了，哎呀，感觉胜负快出来了。杨向佑团队。有没有发现这一组全是辅助啊？这可是辅助大云集啊！这样子能砍赢吗？打扰江主，我来帮忙。谁能解我一剑？勇者之师，甚至生死。星光大太上，本人闪耀其中，美玉何来生？猴娘，敢发剑！竟然居然有个不知火舞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！帅哥搭配美女，干活不累的。哦，杨向佑，这也是大魂不灭，全军列阵，我就是太阳。来和妲己玩耍。震惊长安第一拳，你自己闯进来的，谁能接我一剑？我觉得只要妲己一出场，可以秒杀全部，是不是？这也太刚太猛了吧！哎，你们想和妲己一起玩耍吗？看完杨向佑和小慧君的对战之后，你们觉得谁赢了呢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明天的视频好一点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